小阳光是指因为先天疾病或烧烫伤意外造成颜面损伤的孩子，他们从小就比同年龄层孩子更早学会勇敢。为了唤起社会重视，高一携手阳光基金会以魔法为主题甄选画作，邀请孩子们绘出他们心目中的魔法世界以及未来的自己。那小阳光们，他们也许在身体或者颜面部分所需要的照顾跟心理的支持，他们一定受到很多这部分的压力。我们身为大学医院跟医学中心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，就是期待能够把身体跟心理这部分给予最大的这个治疗跟支持。颜损儿在生活上必须面临身心灵巨大考验，提笔绘画让压力透过创作过程而获得释放释怀，转换能量去面对种种考验。哎，小朋友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负向的东西，好，那但是他会透过一些方法，他会想办法透过这个画作去移转。Hey, 所以其实我刚刚提的这个艺术治疗，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内涵跟意义这样子。好，那小朋友透过艺术的过程里面，会把一些负向的情绪转移掉，那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有帮助的。这群小阳光们透过画作勾勒生活中的虚实光景，是现实也是梦想，异样眼光从来没有少过。但谢谢正能量，让孩子们的心脏变得更强大，足以包容社会的无知。透过画展，也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孩子们的心情，进而感同身受，为这群孩子们加油打气。人间新闻中，钟子明高雄采访报道。